胡雪岩在50多岁时走到了他人生最辉煌的顶峰，成为一名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然而当时大清朝的两位重臣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明争暗斗却越来越激烈。李鸿章发现左宗棠之所以能够为朝廷立下那么多的功劳，都是因为胡雪岩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提出倒左先倒胡。李鸿章的人采取了多种手段，将胡雪岩一步步逼入困境，同时又设法把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多加利息的事情抖了出来。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曾仕强教授认为，虽然胡雪岩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但如果他自己没有任何把柄，李鸿章的人也是整不垮他的。那么胡雪岩毕生积累的万贯家财是怎样在顷刻间烟消云散的呢？我们从胡雪岩的失败之中又能够得到哪些教训呢？请继续收看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讲胡雪岩的启示：阴沟能翻船。古今中外，每一个人他的结局都是一个样，完全没有不同。四个字就讲完了，不了了之。你再伟大的科学家，不了了之；赚再多的钱，不了了之；当再大的官，也不过不了了之。这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所有事情做完然后才死掉，没有。只要你活着，他就永远有事情，一个接一个，一个接，谁都忙不完。你不想做也有不想做的事情，这最后都是算了，走了。那这样人不是很消极吗？反正都是不了了之的，那你谈那么多干什么呢？不是这样。我一再说我们中国人是阴阳思想，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有两个解释。有一种人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叫做死不瞑目。有一种人呢，他眼睛闭起来很安详，心安理得。同样的不了了之有两种，一种叫做死不瞑目的不了了之，一种叫心安理得的不了了之，可见它是很不相同的。中国人一生一世所追求的就是心安理得的不了了之，我们把它浓缩成四个字，叫做求得好死。我们骂人骂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家伙不得好死，只要不得好死的他什么都完了。所以你不要小看中国很多那种很通俗的语言，它是非常有哲理的。胡雪岩死的时候他会怨天吗？他会忧人吗？其实胡雪岩临终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是告诉他的家人说我是被一个人害死的，他有交代。因为他这个人最忌讳就是说我死没关系，我不能不明白不白不明不白的死了，是谁把我害死的？是一个官员把他害死的。他是谁的手下？他是李鸿章的手下。所以胡雪岩一帆风顺，可以说是飞黄腾达，但最后死得很惨。胡雪岩是当时大清国最富有的红顶商人，不仅有钱，而且还有左宗棠的支持。为什么最后他会死得很惨？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胡雪岩从辉煌的顶峰一下子跌入人生的谷底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左宗棠害死了他自己，
我们也说左宗棠害死胡先，因为谁都害不了谁。第一个垮的是左宗棠，左宗棠不垮，胡先不会那么快出问题。靠山没有了，他就完蛋了。左宗棠为什么会垮？一句话就把自己搞垮了。左宗棠把新疆收回以后，那个功劳是很大的，身为侯啊，身为侯哎，在上去就是王了，把他调回北京当军机大臣。有一天东太后驾崩了，就要办丧事啊，所以李莲英就去分发那个丧礼要穿的衣服，就是麻衣嘛。那分给左宗棠的时候，左宗棠问怎么回事啊，李莲英告诉他东太后驾崩了。他怎么说？他不应该啊，怎么会这样呢？我昨天还看到他。就这句话是谁传给慈禧太后的？李鸿章。这个就叫做见缝插针，本来有缝就通了，再插针。他就跑去跟西太后讲，他说一般人讲这种话还可以，他身为大臣，尤其在皇宫里面不适合讲这种话。东太后死了，他说不可能，这什么意思？西太后心里很清楚，那就是我把他害死了嘛，要不然怎么会不可能呢？啊，叫他出去，一下子把他叫出去。老蒋一个人呢，一句话会害死自己，这是我们自古以来有太多的教训。左宗棠最后是病死在福建。当时李鸿章准备把左宗棠打垮，他的目标就是要把胡璇打垮，因为没有胡璇的支撑呢，左宗棠也是办不了事的。因此呢，大家一定会想到中国人很喜欢内斗，我们对外国人还比较客气，你看当时那些人看到外国人都很客气，可是自己为了派系，他就你死我活。我不晓得各位了不了解这是什么道理。中国人从皇帝以来，他就是内斗。你看皇帝杀他的弟弟，打他的弟弟。我把这道理说给你听，很清楚，一句话就讲了。你是我的弟弟，你不听我，我打你。隔壁那个年轻人，他不是我弟弟。他不听我，不听我就算了，就这么道理了。这个兄弟是要一致对外的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是不合作呢？所以中国人他一定先安自己的兄弟，然后一致对外。而且你把打别人的小孩有什么用？你要打自己的小孩，你打别人的小孩，各位你会不会打到别人的小孩去？那你一定挨揍嘛。所以很多道理我是觉得我们把它说清楚以后，你就知道我们的民族性它是有根据的。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讲道理最懂得道理的一个民族，我们一切都是按照道理在走。外国人他来这里是做客，我们希望他对这里有好印象，回去以后替我们传播好印象，那我们自己一定不行了。我们自己天天在一起，你不知道规矩怎么行的。所以我们往往对自己人要求比较严格，对外人比较宽松，不是同样的待遇，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时李鸿章的部署对洋人毕恭毕敬，李鸿章自己看到洋人就好像看到贵客一样，可是他看到左宗棠，他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他会把他倒垮不？李鸿章与左宗棠都是清朝的重臣，但二人一直不和。
左宗棠脾气耿直，很容易冒犯慈禧太后。但因为左宗棠平定太平军起义，收复新疆，建造船厂，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慈禧太后一直比较宽容左宗棠。而左宗棠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胡雪岩在背后帮助，所以李鸿章的人提出倒左先倒胡。那么他们是采用什么手段来搞垮胡雪岩的呢？大家要知道，胡雪岩是垮在藏私上面，他有很多行业，钱庄很赚钱，几乎什么都赚钱，茶叶赚钱，他亏就亏在私上面。这什么道理？因为外国人很喜欢我们的私，所以他就垄断市场，把价格压得很低。那养蚕的人实在很辛苦，没有赚到什么钱，生活很艰难。胡雪岩说这样不行，你外国人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他就想办法由他来联合蚕农，人家四两买的，我给你五两，你把东西卖给我，不要卖给外国人，外国人买不到丝，他就紧张了。当时的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做生意，他后面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支持他。胡雪岩他一个人要对付整个英国的势力，他哪对付得了？所以他花大本钱，1000多万两买的蚕丝。他那个时候管去请人家把那个丝翻一翻呢，那个钱都不得了，因为你长久不翻，它就发霉了，它就黄了，它就不灵用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他有点不自量力，这点倒是真的。你一个人，你怎么跟人家英国政府去抵抗？当然，胡雪岩这点我很佩服，他也知道做不到，可他做了，这叫做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非常了不起，他也知道凭我一个胡雪岩我斗得垮你们，可是他很强悍，外国人来找他，对不对？他跟外国人讲，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字两个山，一个山又一个山，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外国人听不懂，他能知道什么两个山一个山又一个山？各位你一定听到，上面一个山，下面再加一个山，或者下面一个山，上面再加山，就是出去的意思。他当场把外国人赶出去了，两个山，两个山就是出去，真的厉害。他一点不感觉的说我在你外国人面前我矮你一截，他没有啊。其实胡雪岩个子小小的，瘦瘦的，外国人又高又大，但他就是不理他。你欺负我们同胞就是不行，居然有这样的官员告诉洋人，你放心，我迟早叫他把丝便宜卖给你们，你不要急。居然有这样的官员，你可见清廷是多么腐败，人家是为我们的同胞扛责任，你反而安慰洋人说你不要急，我会替你想办法，那这个是奇怪的事情。他们告诉你，我已经透过英国政府交换条件了，尝试问题我跟你解决，但是你要把汇丰银行的经理调回国去。这些官员为什么敢保证会让胡雪岩把蚕丝便宜卖给洋人？又为什么要求把汇丰银行的经理调回国去呢？因为胡雪岩在代表清政府向汇丰银行贷款时多加了利息，一旦汇丰银行的经理换了人，李鸿章的人就可以设法把胡雪岩多报利息的事情抖落出来，只要抓住了这个把柄，他们就可以借机整垮胡雪岩。那个时候胡雪岩一共遭遇到三种压力，都是很可怕的。
一种是向汇丰银行贷款，那笔钱有400万两，已经快到期了。那个钱呢，是公款收来以后要去支付的，因为它是代表清政府去借的。我们税收收来以后，就是准备要还这个钱的。可是李鸿章下命令，你不要给他。他们怎么做的？李鸿章这些人怎么做的？就是交代上海的官员，公款收来以后，本来应该付给胡璇，让他去还债务的，不给他，你冻结在这里，不给他，看他怎么赚得过去，就是要让他赚不过去，所以他就周转不灵，他要从自己的钱庄里面一下子抽出400万两来，几乎是不可能，这是一种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呢，他的蚕丝积压在哪里，他银根抽不回来，这是很可怕的。还有第三个，我相信各位也知道，那几乎是没救了，就是想尽办法把他向英国银行贷款，汇率就是利率里面他拿了一些回扣，把它抖出来，说他赚朝廷的钱，这个是最太大的一件事情。各位想想看，慈禧太后心里想，你赚别人的钱算你本事，你赚我的钱，那我赚谁的钱呢？对不对？他一定是这样，就一定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成为他最严重的致命伤。那我请问各位，你会不会这样做？会不会？我们最好也想想，如果有机会让胡璇重新来过的话，他会不会赚这钱？我们这里讲一句话，各位好好去悟一悟，一个人的一生最好不要留下任何把柄，否则的话迟早变成你的致命伤。如果你没有把柄，他们派系再怎么斗争还是斗不垮你，那斗垮你。所以一句话，胡璇他是不怪任何人，他还是怪他自己。你当时不要动这脑筋，辛苦一点熬过去就好了。你赚那个钱当时看起来是应该的，因为他很理直气壮，他说我哪里有赚公家的钱，我这些钱进来不是放我口袋里面，我也是拿来继续做公家的事情。但这种话人家听不进去，人家听不进去，因为最后你自己有豪宅，你自己有那么漂亮的药店，这些钱都是你赚来的吗？是不是跟那个也有关系的？你挡不住人家的怀疑。胡璇最后我的判断，他也是心安理得，因为什么？虽然我当时的动机是为公不是为私，虽然讲一大堆理由，但是最后人家还是把你当作侵占公款来处理。一个人侵占公款，你是一辈子跑不掉的，所以他也认了，他也认了。以胡雪岩当时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如果仅仅是蚕丝压在手里还可以承受，如果仅仅是400万到期的银行贷款也可以想办法筹集，甚至是退还清政府多报的利息，胡雪岩也是有能力的。但是在某些人的策划之下，这三个事件同时出现，这将给胡雪岩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那胡雪岩面临这样的几股势力，他承受得了，他承受不了。胡璇他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李鸿章他们那边派人去上海府康钱庄去挤兑，
我想象银行最怕就是挤兑，所有存款的人都要来把款提出去，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现金。只要你供应不了，那人心惶惶，本来会对你有相信的，本来不想提款的也来提款，一下把你提款，然后各地的富康的钱庄相继的发生问题。大家有没有像中国人一句老话，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就要把这个网一条线扯破了，整个网连带的都破掉了。一个人要建立一个商业网络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建一套连锁商店要费尽苦心，但是要把你挤垮是一夜之间，因为他会利用这个人心的恐慌，这个比什么都快，然后不约而同统统来挤兑，你根本拿不出钱。就算你有这么多的资产，你怎么解释老百姓都不会相信。胡雪岩他是59岁那一年遭遇到很巨大的打击，59岁的时候人已经所有精力都已经付出了，那个时候虽然他还是很有勇气啊，他曾经讲过，我是从无中生处有来，我是白手成家，这些所有钱都是我自己赚来的，就算你把我查封，把我整个财产没收，我也不怕，我还可以从头来。但是实际上岁月不饶人，一个59岁的老人，你再有雄心壮志，你的体力还是不济的。所以他经过这样的打击，他是一败涂地。胡雪岩毕生积累的万贯家财顷刻间烟消云散，曾经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如今不仅所有的钱庄都倒闭了，而且还负债累累。胡雪岩从一个小放牛娃变成了一个巨商富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从一个巨商富贾变回一无所有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我们从胡雪岩这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中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呢？胡雪岩的一生他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就业，他去当学徒。第二个阶段他自己当老板，可以说是他创业。不管是人家给他的或者他自己创出来都叫创业。而第三个阶段是很凄惨的，叫做败业。自己败掉。各位觉得这样好不好？我是觉得他很伟大。为什么？他牺牲了他自己给我们提供很完整的一个案例。其实所有的事业最后都是败掉的，只不过是你败还是你的子孙败还是子子孙孙败，如此而已。因为易经告诉我们，有生必有死，有兴必有衰，有起必有落。胡雪岩他败业给我们很好的教训。我常常告诉很多企业界的朋友，一家公司要赚钱要有几百个理由，一家公司要关门一个理由就够了，一个理由就够了。你看我们人也一样啊，你要维持健康糟糕了，肝也好胃也好什么都要好，你要死太容易一样不好就够了。我什么都好，
就是一样不好死的。对，你五腑六脏只要一样不好你就死了。可是你要健康的不得了，每样都要好。胡旋他什么都好，就是最后那个把柄被抓住了，然后人家有正当的理由，你提供人家正当的理由，最后你百口莫辩。慈禧太后下令要办他的时候，旁边有人替他求情，这个人是谁？恭亲王。恭亲王怎么说？他说胡旋的黄马剑黄马褂是谁给的？其他我很聪明呢、啊、他就懂了，我给的是谁给的？那你给错人了吗？你给这样的人，好了好了算了。他就要免他一死啊，但是还是不持久的啊，一关一关的逼他。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一个人你做了很重大的错误，人家再能帮忙只是暂时，只是减缓，他无法全部替你承担，无法。一句话各位一定要放在脑海里面，做一个人不管你是谁，要替自己所作所为负起全部的责任。你推不了，你推给谁都没有用。胡旋最后做到了，也做给我们看。所以他人生的三个阶段，各位去想想看，最成功是哪一段？胡雪岩十三岁到杂粮行学徒，27岁成为富康钱庄的老板。这一段时间是胡雪岩的就业阶段。从27岁一直到53岁，胡雪岩迅速飞黄腾达，成为富可敌国的黄埔商人。不仅盖起了大宅院和福庆鱼塘，还得到了慈禧太后亲赐的黄马褂。这一段时间是胡雪岩的创业阶段，也就是胡雪岩的人生顶峰。从59岁出世到62岁去世，这是胡雪岩的败业阶段。这三个阶段，哪一段是胡雪岩人生最成功的时期呢？不是他最有钱的那一段，而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是最成功的，他真的很成功。到哪里都没有缺点，到哪里都受欢迎，到哪里他都不断的成长。可是我们看他辉煌腾达那一段呢，就是他很不成功，可以说最不成功。我又给各位一个想法，就是说往往我们看他最成功的时候就是他最不成功，因为所有祸根都是那个时候种下来的。这一段的失败祸根在前一段，不在这一段，不在这一段，就是他一切很顺利，他才有那么大胆子，我就加码，我就灌水，我就拿回扣，不然他哪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叫他这样做他都不敢。所以我们从胡旋身上可以看出来，处顺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处逆境反而比较安全。一个人处逆境他小心翼翼，他绝对不敢大意，他更不会得意忘形。一个人顺起来，房子也盖得很大，东西也买得很多，什么都不管，连翡翠打破了他都不在乎，这是最危险的事，最危险的事。然后种下祸根，你想挖也挖不掉，想抹杀也不行，说好了好了我把那钱赔你也不行，那就完了。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记住，当你得到什么东西你就失掉什么东西。胡旋
从贷款当中得到好处，他就替自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最后自己跳下去。我们如果说只研究一个从头到尾都很成功的人，我们得不到后面这个宝贵的东西，我们得不到。所以为什么胡旋他是牺牲了他自己，但是把他从头到尾的曲线画得有头有尾。我是建议大家多追究他失败的原因，少去看他成功的那些要素，一般人都是颠倒的。他怎么成功怎么成功，你没有一样学得了，学得了也不会成功，因为他时间地点什么都不一样。现在很多人很奇怪，哪有学人家成功的地方，这是没有办法克倒的。人只有勇敢的做自己，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路子，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人都要替自己走出一条路来，而你这条路是别人走不了的，要这样的认识。我们多看看胡旋是怎么败的，这个比较重要。胡旋的人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抛物线。曾仕强教授认为，胡旋一生中最成功的是他当学徒的那段时期，而最失败的就是他飞黄腾达的那个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埋下了导致他最终失败的祸根。那么从胡旋的失败之中，我们还能够得到哪些教训呢？第一个，不要留下任何把柄，这是非常难的。他什么都好，就是留下一个把柄而已，就够了嘛。各位想想啊，如果他没有这个把柄，你想打击他，他还撑得住？你查过账吗？查吧。现在不是，现在这一条就使得他整个泄气的。胡旋一生呢，从来没有那一次那么泄气过。就是有他的一个朋友到杭州告诉他，你那个事情人家已经知道，他还装笑，没什么。客人一出门，他整个人就昏倒在椅子上，他知道完了，这下完了，谁都救不了我。当一个人种下了祸根，使自己来到谁都救不了的时候，你只有自作自受，你还能怎么样？胡旋自己也知道，他娶了太多的姨太太，对他是个很大的拖累。记住，一个屋檐底下，如果有两个女人，必须要是有血统关系的人。一个屋檐底下有妈妈有女儿，他可以处得好。一个屋檐里面有两个不同血缘的人，他就出问题。所以为什么婆媳老处不好？因为他没有血缘关系嘛，对不对？女儿做不好，妈妈会原谅他。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你差不多，哎，他会这样想。你媳妇这样，他就觉得你怎么搞的？你们家没有教养吗？所以我们中文事情其实你讲透了它非常简单，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屋檐底下如果要有两个女人，他们两个要有血统关系，否则的话闹翻天。雪原的妈妈非常照顾雪原，但是做错了一件事情，把她在外面娶的姨太太通通集合回来，天天吵啊，吵得胡旋根本没有办法回家过日子。所以胡旋很少对他妈妈发脾气的，就那一次他非常发脾气。当然也不是当他妈妈嘛，他在上海的时候，他的干部从杭州回去就跟他禀报，老太夫人有意思把你在外面娶的姨太太都接回去。那一次他非常的愤怒，娶回去了，通通娶回去了，
那我一个人孤零零在这里。胡璇的姨太太我研究很久，几乎都是跟事业有问题啊。他要做禅师，他就娶一个对禅师很了解很内行的姨太太，你就跟我管禅师的事情，然后呢我做这个，我就娶这个姨太太，各地他有他的工作。其实胡璇的思想也在变，他早期是禁止女人介入他的生意，可后来没有办法了，后来生意上的需要，他就变成借重女人来替他分担生意上的工作。可是他无法把这些想法去跟他妈妈沟通，他无法，其实这也是他不对的，他应该好好的跟他妈妈讲，不是我风流。导演以胡璇的个性，他很容易跟他妈妈沟通，他只要讲一句话说，妈妈你会生个风流的儿子吗？不会的，你放心，就没事了吧。他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心去搞这些东西，结果弄得自己很麻烦，有口难辩。其实胡璇的姨太太都知道了，胡璇没有把他们当女人看待，只是当算盘里面的一个小珠子，滴答滴答而已。胡璇讨论那么多姨太太，我们是非常不赞成，尤其现在人不能说羡慕他，不能。因此当我们知道了胡璇的结局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下一集一定要讲到他怎么去收拾这个残局，这个才重要。哦，不管了，那不行了，那叫耍赖嘛。你不管你怎么结局，你总要把这个残局要收拾收拾吧。谢谢。富可敌国的胡雪岩最终败落了，他的万贯家财不仅顷刻间烟消云散，而且还带了许多债务。此时的胡雪岩该如何收拾残局呢？面对家里的老母、夫人和十几房姨太太，胡雪岩该怎样安置？面对大大小小的债主，胡雪岩该怎样处理？而对于自己的后事，胡雪岩又是怎么安排的呢？请继续收看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讲胡雪岩的启示：冷静收残局。